想知道你的兄弟 HL-3228CDW 打印机里 TN289 硒鼓还剩多少容量吗？今天我们用两种方法来教大家如何查看硒鼓的使用情况。方法一，直接在打印机上看，在机器就绪的状态下，按下键找到设备信息，点确认键，再按下键找到耗材寿命，连按两下确认键后显示黑色，再按下确认后屏幕上会显示 BK 的墨粉余量条，一格就是10%。想看其他颜色，按返回键切换就行了。方法二，打印状态报告页，在机器就绪的状态下，按下键找到打印报告，连按两下确认键后显示按开始，按下开始键，等报告打印出来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三页，粉芯片和鼓芯片的剩余百分比都写在这里了。打印机芯片相关问题找金应答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将积极帮您解答。